真相，是风作浓烟多，总是那皇上，臣妾知道有一位皇亲积攒了千百万两银子，他还要将这家产全部运到南京四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大明朝危亡在即，为了躲避战乱，他希望朝廷迁都南京，保住自己的富贵，所以他违反朝廷的禁令，自个儿偷偷的转移了全部的私产。大胆！如此的蛊惑人心，朕非重办的不可。谁啊？武英殿学士周仁。周国长，他是你的父亲啊。皇上，他为父不仁，为亲不亲，臣妾羞于这样的父亲。来，坐，慢慢说啊，慢慢说。皇上，明日凌晨，我父亲就要将40箱金银全部运往南京。皇上，您是不是要马上派人把他们全部截下来，以补充咱们的军饷？朕早就说过，绝不迁都。国丈此举，等于是弃都南逃啊！皇上，家父犯下如此大罪，您要杀要放，臣妾都毫无怨言。爱妃啊，你这是大义灭亲啊！你的大贤大德，旷古罕见啊！皇上。臣妾信你了，皇上。爱妃，朕谢你这份情义了。王承恩，
老奴在。今夜三更，在城门埋伏御林军，捕拿周人。爱妃呀，朕知道你之所以大义灭亲，还是为了得到朕的恩爱啊。臣妾盼望得到皇上的爱，这也错吗？哎，不但不错，而且令朕非常感动，非常敬佩。是吗？是啊，这几年来朕迷恋过元妃，迷恋过田妃，有时候对你疏远了呀。皇上，您只是迷恋他们俩吗？还有呢？对了，朕也迷恋过陈圆圆，就那么几天，朕呢觉得她新鲜，但是每当到了最危难的时候，到了国家危亡之际，朕发现与朕心心相应的只有你呀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和你比。爱妃啊，朕爱你，敬你，朕与你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。禀皇上，五更时分，周皇亲的车队出了前门，被老奴奉旨截下了。怎么样了？共截获金银珠宝43箱，折合白银1200万两。这么多银子还不肯捐献出来，这真是不懂他是怎么想的。老奴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。你知道，那你说。一来是舍不得，爱财之心人皆有之；二来周皇卿一年的俸禄不过2000两，让他一下子捐出几十万两，岂不证明他贪污索贿吗？即使没有贪污，如此捐助也会惹出一身骚，是不是？皇上圣断。你继续说。其他王公大臣们也大都这样想的，谁捐得越多，就证明谁越贪，就越会遭人恨。哎，周皇心真是个傻子，平时连个丝绸的衣裳都舍不得穿，他攒那么多银子都带到坟里去吗？他有他的难处，身为国丈，他得显示自己的廉洁。故作廉洁的恐怕还不止他一个。皇上说的是，比如还有老奴。朕没有说你。皇上是没有说老奴，老奴是在自己骂自己。哦，老奴斗胆问皇上一句，老奴看上去够不够廉洁？你一不能淫，二又不贪，当然廉洁了。不，老奴贪呢。老奴家的地窖里
嫌少啊。这一万两银子，如果老奴再拒收的话，人家会觉得老奴诚心跟他作对，会暗中整治他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老烟奴怎么连银子都不要啊？皇上，行贿受贿诚然是大罪过，可若不行贿受贿，老奴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皇上，说句实话吧，咱大明的国库不是征剿剿空的，而是被自己人掏空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皇上，老奴恳请皇上将这1300万两白银收回去，但是老奴断然不敢称是捐助，因为这原本就是朝廷的银子，就当老奴替朝廷保管了几十年，如今全数奉还，并请皇上知罪。哎，太监了，真是太监，奸得厉害！你把朕给气死了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！皇上，您想想，您再仔细想想，这样一来，那5000万两军饷不就齐了吗？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之内攻陷锦州城，然后皇上以锦州为根据地，去宁远直逼山海关，可我们呢？五天了，我们损兵折将，连个城楼都没上去，你们让我拿什么跟皇上交代啊？拿什么交代？大将军，锦州总兵官祖大寿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，对我们的攻城战法十分熟悉。只有10000多人，而且都是些老弱病残，而我们有3万多兵马，你拿不下来不觉得可耻吗？末将失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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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末将失职。起来吧，大将军，给末将3天时间，末将就是用脑袋撞，也要把城门给撞开。是，对对，好了，传令下去，全军休整3天，让弟兄们吃好、喝好、歇好。3天以后，全军全力攻打锦州城。告诉你们，我宁可全军尽没，也要拿下锦州城。蓟辽将军吴三桂，拜见大帅。哎，吴将军辛苦了，快快请起。有洪大帅坐镇山海关，统帅3军，末将等深感荣幸。三桂，本部堂这次来带来20万精兵，但是本部堂这次来不是削你的权、夺你的位，我是要和吴将军一起共商退敌援锦之策。哼，末将谨奉帅命。大帅，总督府已经给大帅空出来了，请大帅升堂了。不急不急，来，先陪我到处看一看，走一走啊。来，
我们谈谈锦州方面的情况。豪格率两旗精兵约40,000人，围困锦州已经8天了，祖大寿弹尽粮绝，恐怕抵挡不了几天了。那皇太极呢？厉兵秣马之后，皇太极已经完成了入关南下的一切准备。哦，那皇太极的大军现在何处？仍在盛京辽东一带，正在待命出关。末将判断，皇太极这次进取锦州，只是他进兵的第一步。那皇太极大军现在何处？没有出关吗？应该是这样吧。哦，也就是说还没有出关。那这个消息可靠吗？完全可靠。好，驰援锦州，消灭豪格，这不成问题，因为我带来的都是生力军。有大帅在，战无不胜。问题是，这一仗打胜了又该怎么办呢？我大明现在的处境已经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，而是我们在整体的装备上弱于大清啊。因此年年说抗清，年年受人欺负。哎，三桂啊，我知道你的心里其实已经憋得很久了。如果你不怕死的话，就把话说出来；如果怕死的话，那你就还憋着。大帅，征剿的时候人家都喊我红疯子，说话疯狂，做事疯狂，狂不可及，愚不可制。禀大帅。好，本部堂洗耳恭听。大帅，末将认为即使援军取胜，大明的深忧巨患仍然没有消除。皇太极每隔1-2年就会从东北西北任何一个地方入侵中原，大明的军力财力肯定都会慢慢耗尽，最后就像雪山一样融化，像山崩一样倒下。是啊，如今想要做一点实事，就要从说真话开始。你接着讲。是，大帅。末将斗胆认为，强军之策首先在于强国，而强国的前提还是和平。说来说去仍然是袁大帅的一策，叫以战谋和。是啊，袁公不凡呐。国势越是衰败，就越是觉得袁公目光远大，忠勇可敬。哎，可袁大帅就是因为这个和字才被千刀万剐的。袁大帅死后，不是还有你吴三桂吗？不是还有我冯疯子吗？当然，大仗难，议和更难。朝廷现在对议和是恨之入骨啊。周黄金前不久刚刚动了点迁都的念头，就被抄了家产，还差点掉了脑袋。大帅，末将期望大帅既要施行以战谋和，也不要重蹈袁大帅的覆辙。三桂啊，你能不能除了美好的希望之外，给我一点美好的建议啊？当然有，请。袁大帅以战谋和之所以失败，关键是缺少一场大的胜仗，屡败者弹劾等于受辱。洪大帅，如果能重创清兵的话，那么在皇上眼里，弹劾就等于赐和，皇上的恩威就保全了，大明的天朝之尊也保全了。如果屡战不胜的话，弹劾就成了求和，那么皇上当然是恨之入骨。所以要想和清军弹劾的话，就必先在战场上取得一场大的胜仗。好，你接着说。长期以来都是清军主动进攻，我们据城困守，清军从来就不敢相信我们敢弃城而出跟他们去交战。锦州以北驻扎着清军2旗主力，大约有40,000人。大帅如果能够把宁远跟山海关的骑兵都集中起来，再加上大帅带来的骑兵，那就是60,000精骑。我们不去救锦州，直奔清军大营打他个歼灭战。这个主意风险不小，弄不好山海关都要丢了。大帅说过，险算往往就是胜算。好，就按照你刚才说的话，替本部堂拟一道帅命，着令各总兵分道而行。但是前面要加上一句话，此战人必带伤，
刀必见血，马必喘汗。此战之后，本部堂要亲自点验，如果人无伤，刀无血，马无汗者，定斩不赦。末将遵命。大帅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您不召集众将，点将升堂啊？哦，不必去动员什么了。我想将士们已经憋得很苦了，此战他们一定希望杀个痛快。大帅，您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？哦，我是在想，消灭豪格之后，应当给皇上上一道折子，建议朝廷休战议和。不过，上这道折子那可是要比打仗难多了，也险多了。大帅，如蒙大帅不弃的话，末将愿在折子上签名。好啊，好啊，有你我两个人联合签名，那这道折子分量就重多了。不过我想，再加上杨思昌，他是内阁的首辅，让他来领衔。杨大人肯吗？没问题，杨大人是忠勇之士，深明大义，内阁工作由我来做。大帅，若要皇上准奏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。王承恩。对。这样由你我四个人联合签名，那这个分量可就重多了。对，我想皇上一定会准的，不准也得准呐。大帅啊，这是皇上交给末将的密旨，大帅入城之前送到的。哦，既然是皇上交给你的，那我就不看了，愿意的话你就说说大意。大意是说，末将有临机自专之权，无论任何人胆敢言和，即以通敌欺君罪处置，先斩后奏。你看，我这儿也有一份皇上的密旨，除了开头和你的不一样，其他的内容完全一样。大帅，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处理啊？从哪儿拿的，还放到哪儿。三桂啊，要知道皇上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奇怪的，皇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果让你当皇上，你也得这么做。洪大帅。您。您真不愧是洪疯子，什么话都敢说。怎么了？明军突袭大营，有多少人？到处都是，多的数不清啊！赶快迎敌接战，快！据初步统计，清军死伤30,000多人，正红正白两旗基本上都被歼灭了。好，这样清理完战场以后，你带着宁远和山海关的部队返回去，各归城防。那您呢？锦州总兵祖大寿受了重伤，城防十分空虚，我要进城去看一看，安排城防和军务。末将陪您进城。哦不，你马上赶回去，传达我的命令，让李总兵和刘总兵火速地赶到这里，将来就由他们来驻守锦州城。是，末将遵命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哎呦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
吴将军发来贺报，锦州大捷呀！什么？他们消灭清军，整红旗，整白旗，整整37,000+呀！这可是真的吗？啊，这可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皇上！洪承畴、吴三桂大胜啊！朕打了个大胜仗啊！娘娘，恭喜皇上！恭喜皇上！洪吴大胜啊！正红正白两旗，37,000+。被咱们给消灭了呀！皇上天威势不可挡啊！是啊，明清开战以来，朝廷还没有消灭过这么多的八旗军呢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万事开头难。朕要重重的赏罚洪承畴和吴四桂。皇太极经过这一次挫折，一两年也缓不过劲儿来，我宁愿锦州城镇大可以稳如泰山呐。咱们不能老守在城里了，今后该轮到咱们出关杀敌了。朕要亲自率军御驾亲征，踏平圣兴。皇上，会有那一天，会有的。要想彻底消灭皇太极，必须先富国强兵，要想富国强兵，必须有5-6年和平时间，用于发展生产，安抚民政，附带把中原那些流寇彻底打扫干净。之后呢？这日之后啊，杨大人必定有深谋远虑，请杨大人说完。好，那请你说吧，朕想听听你这个之后。臣冒死进言，此刻是我朝开元以来最有利的时刻。皇太极经过这次重创，其狼子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。朝廷此时如能恩威相济，剿抚并用，就能打破僵局，重整河山呐。你用不着绕来绕去的，直接说出主意来。臣建议对皇太极赐和，暂时承认皇太极的大清朝，然后双方罢兵休战，以争取6年的时间养国强兵啊。接着说。皇上，我大明富有天下，人丁数万万，不缺别的，就缺休养生息呀。说白了就是缺时间，时间对我们大明有利，而对皇太极不利。和平的时间越长，我大明会越来越强盛。相比之下，清廷的地寡人稀、生产落后的弊病则逐渐地暴露出来。皇上啊，臣一言以蔽之，以赐和换时间呐。杨司长，臣在。你这番苦心朕明白，只是朕从登基以来屡屡下旨说言和者斩，这才把满朝文武的心思全部集中到抗清的路子上来。现在忽然说要赐和，就是朕转过弯子来，那百官们也一时转不过来呀。皇上，百官看皇上，皇上只要下旨意，谁敢说个不字。再说百官之中有不少人也暗中希望休战呢。皇上，说实话，老奴心里也盼着休战。事关大明的恩威，朕有三思。这样吧，杨司长，臣在。在赐和这件事上，朕授予你相机行事的特权，你可以暗中跟清廷沟通一下，摸摸皇太极的底，务必要严守机密。事可以做，而话不可以说，以免朝中误议，人心散乱。臣明白，臣遵旨。
杨大人。哎呦，王公公。来来来来来，老奴来的不是时候。哎，哪里哪里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。哎呀，坐坐坐坐坐。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哎，杨大人啊，我看你是满腹愁肠啊。哎，我是又喜又愁啊。这喜的是皇上总算同意媾和了，愁的是怎样才能和起来，怎么个和法才能不失咱大明的体面呢。杨大人，你今儿跟皇上说的那番话着实吓着了我了。哦，请教。洪承畴的那封信你也看了？他呀是让你我他加上吴三桂四个人联名上奏。嗯，可你呢一个人把话全说出去了。险呐。如果照洪承畴的意思去做呀，那才叫险呐。嗯，为什么？王公公，你想一想，这四个联名的人都是什么人呢？简直就是半个朝廷。皇上会怎么想啊？这是上奏啊，还是逼宫啊？对对对，哎呀呀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老糊涂了。所以在下想一人独奏，万一皇上震怒了，获罪的也就是我一个人，你们可以保全呐。杨大人此举堪称义薄云天呐。洪承畴这个人呐，太过于自信。他有点把皇上不太当皇上啊，这可不行啊。是啊，离开了皇上，什么事儿可都做不成。啊不，有一件事能做得成，就是做掉自个儿的脑袋。所以在下趁大节皇上高兴的时候突然把议和给端出来，在下预先就估计到皇上不会当场拒绝的。是啊，老奴也看出来了，皇上的确心动了。下边皇上会怎么样呢？首先征求您的意见，然后再给吴三桂、洪承畴分别下旨，征求他俩的意见。只要你们趁势力荐，这议和的事儿就铁定了。嗯，杨大人所言极是啊。哎，我现在真是老了，一脑袋酱子。杨大人呐，看来今后朝中的大事儿就全靠你了。哎，王公公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您都是皇上的智囊、主心骨啊。哎呦，你可别吓着我。这步棋该怎么走呢？杨大人呐，这件事我还是有点提心吊胆呢。哦，请讲。皇上让你相机行事，这种旨意相当暧昧啊。王公公，您是一点儿也不糊涂，您从来就没有糊涂过。杨大人知道就好。这相机行事啊，模棱两可，可杀机四伏啊。刺合成功，杨大人功盖天地；一旦失败，只怕杨大人你就刺合成功了，
功在皇上。此刻失败了，在下就粉身碎骨啊。放开！放开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我有什么脸见我花马呀？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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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！我还有什么脸见我花马呀？将军，你看。花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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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臣死罪，儿臣死罪呀！两栖精兵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，花吧，儿臣大意了，让王正朝偷袭了。知道朕为什么会在这里吗？儿臣不知。按照皇上的方略，你前天就该攻陷锦州了。皇上亲率四旗精兵，准备乘胜拿下宁远，一举消灭明军主力。可你呢？脖子怎么回事？禀皇上，大将军想自杀谢罪，被末将拦下了。为何拦他？为何不让他去死？我吗？花吗？让我死！哎，将军，让我死！将军，放开我，让我死！将军，让我死！将军，拉走！将军，让我死！走！哎，皇上，少奇截获了一个大明的使臣。他人呢？扣押在前面哨卡里了。叫什么名字？什么身份？奴才问了，他叫宋奇，是御林军副将，奉大明首辅大臣杨思昌之命前来传递消息的。宋喜，好名字。他知道其中内容吗？奴才也问了，他说要拜见皇上之后才能开阅此信，但他言谈之中透露出来，好像是，好像什么？好像是刺和什么的。传朕旨意，要以礼相待，好生招待他，多派几个人把他护送到盛京城。另外，以你的话告诉他，大清皇帝明天正午肯定会召见他的。奴才明白。还有，不准让他看到这里的大军，让他从西边的小道绕过去吧。这看见了吧，刚刚打了胜仗，崇祯他就想刺和了。哼，妄想。哼，议和也罢，刺和也罢，朕要立刻赶回盛京去。道滚，你率大军原地扎营待命。皇上的意思是？别多问了，在朕开战的旨意没有到达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。这多尔衮，朕带来的这120,000精兵全部交给你来指挥。在朕开战旨意到达之后，限你在3个时辰之内一鼓作气夺下锦州城。皇上，你太圣明了。还有啊，豪哥丢尽了脸，你不准为难他。非但不准为难，你还要让他带伤上阵，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。臣保证做到。一旦条约达成，大明立刻承认清廷为大清朝，承认皇太极为大清朝皇帝，并将锦州城外的土地全部划归大清朝管辖，当地汉人听其所愿，既可做大明子民，也可做大清子民。大明首辅大臣杨嗣昌拜上。哎，朕盼望这个消息，盼了20多年了。好，哎，苏琪啊，你为朕送来一件大喜事，朕要重重的谢你。请皇上示下。
臣如何回复杨大人？请你转告杨大人，朕答应他的全部条件啊！一会儿朕有亲笔信托你带回去。臣叩谢大清皇上，一路辛苦了啊！歇一歇，来啊，在，好生酒宴伺候。这谢皇上，请。啊。怎么样，禀大帅，皇太极已答应杨大人的全部条件，愿意媾和。哦，那么他没有得寸进尺吗？有，皇太极要求大明每年向大清上贡粮草200万担，白银50万两。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，不过我想朝廷还能承受得起。哦，大帅，这是皇太极的亲笔书信，让在下面呈杨大人。好，那你现在赶快赶回京城，把这个交给杨嗣昌。杨嗣昌现在已经是度日如年了啊，我就不留你了，你回去杨嗣昌一定会重赏你。遵命。好。来呀，在。白酒，今天晚上我要大醉一场。是。边水连。